The sky is the limit.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航哥，新加坡汇利证券的股票经济投资理财顾问，也是 WTech 特约讲师。这几天有一只港股从技术指标上来看刚刚扭转熊，特地做了本期视频分享给大家，提醒大家要注意风险。这只港股就是中国石油排抽 China。从图表上看，中国石油在7月12号这一天出现了死亡交叉，也就是黄色十字星。我的绿色丝带开始转变成红色，标志着牛到熊的转变，结束了自2021年2月25号以来的一波牛市。所以有这只股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风险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股票，欢迎留言或者私信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找我开一个新加坡汇利证券的股票账号，交易全球16个国家22个交易所的股票，开户是免费的，外国人也可以开哦。谢谢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